陆先生，什么事这么生气啊？一把年纪了，有什么事好好的说嘛。严重伤害他人身体，罪名很重的，希望他没受伤就好了。哼，他不死，简直是没天理！你告诉我，你跟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过节？陆先生，请你合作，你女儿在外面等你啊，你要是想早点走，那就请你跟我合作。还有什么好说的？不错。 我是打他了，那又怎么样？我打那个臭小子，对得起天地良心。别来，周三，还没问完。没啊，伤势怎么样？没什么，刚才住院观察。陆先生，你太过分了吧？为了这么小的事打人，学生考试不及格打老师，你疯了？什么？他的。 收拾收拾，不告他。陆先生，我告诉你啊，这次算你运气好，走吧。走？他骚扰我女儿，居然还冤枉我。我希望你冷静一点。他摸我女儿屁股，你叫我怎么冷静啊？哎呀，陈展民老师，是不是对你做过什么？你不要怕，你告诉我，我会帮你的。说。 他的确非礼过我。林邦爸和他一定有共同的话题，不然怎么谈那么久呢？别胡说了，卖开玩笑嘛！别乱开玩笑。林邦爸怎么样？这个女同学说，陈老师的确非礼过他，除了骚扰他，还骚扰过三四个。不可能吧？非礼学生？喂，那小子斯斯文文的，不像吗？去学校查查，千万别影响学生。好的。Hello。 嗨，你来玩怎么不捧我场？你也没空招呼我。我有空，你也不会叫我，还是我们的公主招呼你开心一点。洗手间在哪儿啊？在那边。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你那个去宵夜？我对纸山有兴趣。纸山什么嘛桑嘛，不合规矩的。什么规矩不规矩？老子有钱，钱就是规矩。 我可玩不起啊！怎么玩不起啊？老子给钱，真的是你说的啊！当然了，好，走吧，走。谢谢表哥，来来来，表哥有事吗？我知道你们都不想看到我。 不过没办法，纸山姐，我们做收账的也是吃人家的饭呐。你们欠他钱吗？没有啊。他们没有，是你的好姐妹阿妹欠我的钱。他很久没上班了。他没钱还给我，当然不敢上班了。你想怎么样啊？你是他妈咪，你不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吧？对不对？对不起，我好久没见他了。哦，那没办法了啊。 我们正好每天在夜总会门口，看看能不能碰到他的老相好、好姐妹慰问，打听一下他的消息啊。走。你这不是找麻烦吗？我也不想这么做，我怎么向老大交代啊？阿梅欠你们多少钱？你自己看。事情闹开了，对大家都没好处。这样吧，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凑这笔钱，怎么样？ 纸山，纸山姐肯扛下来最好了，是不是？我们通情达理的，今天收工。那记住，一个礼拜后准时见。这么多钱你怎么还呢？是吗？干嘛扛下来呢？进来。走。坐。
哎，我那边有炭烧咖啡，要不要？不用了，有件上诉案要你做。黑社会勒索的案子，上诉理由很充分。Gary认为判得太轻了。对呀，他很重视这件案子。我的表现好不好，要看你跟 Gary 怎么写了，我知道怎么做。 没其他问题了吧？男教师非礼女学生的案子是不是你亲自做的？是，难度很高啊。你怕我做不来？不是，不过想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跟你学习。怎么这么客气啊？嗯。哎，好了，不耽误你做事了，我过去了。 陈展明先生，这张是逮捕令，你涉嫌和5件非礼未成年少女案子有关，现在正式逮捕你。想不到这次要找你帮忙，客气什么？我们是老同学吗？对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女学生联合起来告你？我也想知道原因呢。平时你跟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跟他们也有一些教师以外的接触的，不过全都在学校的范围之内，私人接触倒没有。是哪一类型的接触呢？补习功课。嗯，有时候也跟他们随便聊聊。其实这几个学生的成绩和操行都有点问题，我真的是很想帮他们，可是……你说他们的成绩和操行有点问题，你能不能拿出证明来？给你看还是呈上法庭？当然呈上法庭了。 这么做对他们不好吧？如果你要陪审团相信你是无辜的话，一定要证明问题是出在他们的身上。OK， 我想我可以找到证据。嗯，那你快点找了，找到之后给我啊。OK， 谢谢你。不要客气，又说这种话。真的谢谢你。拜拜，谢谢，拜拜，拜拜，放心的啊。OK， 拜拜，拜拜。 你真的想帮他？嗯，小心点儿。有问题吗？想提醒你啊，你很感情用事，我怕你上老朋友的当。哼，等着瞧吧。林帮办，法官会不会不相信我们？你不用担心，你们是受害人嘛，只要出庭，证词已经很有力了，知道吗？是吗？子敏，法官很公正，知道该怎么判。是吗？那个不要脸的陈老师。 这次完蛋了，你不要怕。阿平啊，你不要乱讲话，你看看你斯文一点，给法官一个好印象嘛。怎么今天不够斯文啊？你看看你的头发，天生就这样子的嘛。是染的吧？哼。各位，我是陈展明的太太。请问什么事？我知道我先生不对，请你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只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你这糊涂就不会惹完一个又一个了。 你已经打了他了，我简直想打死他呀！不要冲动嘛！我冲动，你呀大了肚子了，将来生个女儿出来呀，也被人非礼，你会怎么样啊？你老公不是人，惹完一个又一个。求求你们，他只是一时糊涂。哎，求求你们，你不要骚扰证人，不然我会告你的。你神经病！你坐。连平，在，那你上庭了，请跟我来。好，不要乱说话，知道吗？知道了，老姐。 那天在放学的时候，陈老师叫我留下来，他说我的成绩不好，要补习功课，那我就留下来了。后来所有的同学都走光了，他拿来了一大叠不知道什么烂讲义了，反正叫我做完才能走，我照做喽。当时被告在做什么？他呀，他假正经的在讲台上改步子。后来发生什么事？跟着他走过来，问我会不会做。 还真机会摸我胸部，我当时没说话，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了。后来呢？后来还是在我旁边一屁股坐下来，嘴巴不停地问我你会不会做呀？他一边教我做，还一边摸我的大腿，跟着他还把手伸到我裙子里面摸我的下面。 当时你有什么反应？骂他喽。 怎么骂他？讲脏话啊！当时被告有什么反应呢？他装成很无辜的样子说：“哎哎，对不起啦，无心的。”那之后你怎么做呢？那我拿着书包走了，男的还留下来让他摸。这么说，你不相信被告接触你的胸部和大腿是无心的了？
无心，他会无心摸得那么过瘾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被告摸你摸得很过瘾？你是不是女人呐？这种事也问我？证人，请你直接回答问题。我感觉嘛。感觉？你只是感觉？好，请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反对，反对辩方律师提出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法官大人，证人对男女关系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对我的当事人行为的理解。反对无效。请问你有没有男朋友？有。你男朋友有没有触摸过你的胸部或者是大腿呢？有。在什么情况之下你男朋友会做上述的行为呢？你干嘛要问这种事情嘛？证人请回答。那赏来的时候嘛。来是什么意思？这么通俗的话你都不懂啊？来就是做爱，发生性行为。哦，那就是说你跟你男朋友之间通常摸胸部和大腿的时候就是性行为的前奏，是不是？谁都是这个样子的了，难道你不了啊？证人请注意你的态度。不错，所以当被告无意之间碰到你的胸部和大腿的时候，你就立刻联想到性行为，而且认为被告是有意侵犯你，而不去考虑到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考虑到被告是无心的。是啊，我脑子坏掉了，我分不出有心还是无心啊。法官大人，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找我什么事？有点事想请你帮忙。公事还是私事？要是公事，我早就到你办公室找你了。那是私事了？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说呢？我不一定帮得了的。你认不认识梁永赞？他是放债的。对，我有个姐妹跟他借了一笔钱，我是担保人，可是这个姐妹失踪了，她让我还这笔钱。到底多少钱？没利息也要这么多。那我怎么帮你呢？钱我一定要还，可是这么多钱短时间真的很难凑到，希望你帮忙找他出来谈一谈，利息别算那么高，给我多一点时间。好，我试试帮你谈谈，捡利息呢可能有点困难，可是我希望他能多给你点时间。谢谢。还是那句话，我不一定帮得了的。我已经很感激你了。是不是案子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控方刚才告诉我们，你太太在上次审讯之前呢曾经接触过证人，求他们上庭的时候不要指证你。你太太这么做就是间接承认你非礼过那些女学生。喂，她太傻了，怎么能这么做呢？海伦，你认识她啊，你知道她这种人神经质，什么都紧张，再加上现在怀了孩子。安娜现在怀孕了。哎，四个多月了。他老是怕我有事，怕我会抛弃他，我怎么会呢？他以为这么就可以帮我。你叫安娜小心一点，以后别再胡思乱想了。好，不好意思连累你们，对不起。别这么说。对了，看看哪天有空约安娜出来吃饭，我好久没见她了。OK。案子审得怎么样？应该是我问你吧。你说那件上诉案有点问题，压后了。为什么？程序上出了问题。是谁的责任呢？我应该亲自负责才对。就是你的责任了。你说我怎么向 Gary 交代啊？要不要现在去见 Gary 亲自向他解释？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是的，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出去了。嗯。啊，麻烦你帮我交给 Ben。这是什么？纽约交响乐团的票子，他说你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嗯，我这两天可能看不见他，这样你亲自交给他好了。好的。真的那么穷，买两张票都没钱吗？
喂，不关我的事啊，我没叫他这么做啊。那天吃中午饭碰到他聊起来，他说认得人拿票，我说你也喜欢听，他真的拿两张来，关我什么事啊？哎，总之这个人呢，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拍马屁的机会。不过嘛，他很勤奋的，人也不错。哎，他最近的表现可不好啊。这倒是，新进的牛也很勤奋的。你说什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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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人家是新人，你是学姐，就帮帮人家嘛。对不起啊，我可不是他的学姐啊。哦，如果你喜欢当他的学长，你有空指教他好了。把那个什么拿出来啊。什么？光吃沙拉不好吗？不吃饭怎么会有力气呢？你要那么大的力气干嘛？打架？你不要后悔啊。喂，是，哦，那也没有办法。好，再联络，拜拜。谁呀？你表哥的上司林学仪，干嘛？他说呢，菲里亚那三个女学生突然不肯出庭。他们的证词对警方很重要，要是不出庭，恐怕告不了他。怎么样呢？出庭也不一定有用啊，到时候要答不出话来，有道理变成没道理了。哎呀，算了吧，站在法庭上真是丢人呢。很多同学说宁愿装病不上学也要去听审。让他们去听审好了，你们也没做错事。哎呀，话不能这么说，警官，他们都是女孩子嘛，这件事情一传出去大家都知道了，以后啊还有脸见人吗？可不是嘛。对，我明白你们的感受，要是容忍他的话，会有更多女孩子受害的。这种事呢，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希望女儿再提他。总之呢，我们不会出庭的。不错，你们回去再考虑一下。我们考虑得很清楚啊，警官。林伯伯，我们先走了。走了，你们再考虑考虑吧。不送了。嗯，真麻烦。没办法，幸亏还有一个人肯出庭。海伦，嗨，这么晚了？对不起啊，有点事情耽误了。请坐，请坐。安娜，我们好久没见了。是啊，我看大概有两年了吧。有这么久吗？是啊，大家都忙嘛。哎，你们还没吃东西啊？哦，没有，在等你嘛。哦，太太，谢谢。哎，老婆，谢谢。想吃什么？嗯，随便吧。吃鱼好不好？蛋白质丰富，对你和孩子都好。好，随便啊，两克午餐。海伦呢？我也是。三克。三克。还有汤呢，最好换成罗宋汤，我太太不爱喝洋葱汤。好的。哎，对了，预产期什么时候啊？九月。九月啊，那算起来还有四个月左右哦。是啊，我希望赶快打完官司，多点时间陪她。这个案子不会拖很久的，那三个女学生不出庭作证，对我们很有利。我真没想到那个陆子敏还是那么倔啊。关于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的，那他爸爸打过你，他为了保护他爸爸呢，一定要继续说这个谎话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去打算追究啊。你别傻了，你干嘛还为他着想呢？虽然他的年纪很小，可是他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呢。希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不舒服？没有。要不要我陪你去啊？不用了，你们慢慢聊。啊，当心啊。喂，安娜的精神好像不太好啊。这阵子她担心我的案子，真是睡不着吃不下。现在好一点了，知道我的案子有转机。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我没担心过，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做。我那天收工回到家，全身是汗，打算洗个澡，可是我小儿子告诉我姐姐进了浴室一个钟头，我非常担心，马上敲门，敲了很久她才出来。后来她哭了出来，跟我说那个混蛋非礼她。法官大人，我问完了。陆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你女儿陆子敏在邓氏宗亲会中学念哪一班呢？中三。中三哪一班呢？A 班。是中三理班。陆先生似乎对女儿的事不是很关心吗？反对，反对辩方律师往下判断。对不起，我收回刚才的话，
陆先生，请问你12月21日晚上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反对辩方律师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法官大人，我要证明陆子敏的证词是否可信。反对无效，辩方律师要尽快将问题带入正题。证人，请你回答辩方律师的问题。12月21日过冬吗？12月21日那天是你女儿陆子敏的生日，你应该带着家人和陆子敏在浅水湾庆祝的。没这回事，你胡说八道。陆先生，不是我胡说，是陆子敏自己说的。法官大人，这一本就是陆子敏所写的周记，我用红笔圈下的那段就是陆子敏形容那一夜和家人庆祝的情形，我想给证人看看。可以。陆先生，那天你到底有没有给陆子敏庆祝生日？没有。那陆子敏的想象力倒是挺丰富的嘛。反对，反对辩方律师做出不必要的结论。反对有效。对不起，我收回刚才的话。陆先生，你有没有想过陆子敏告诉你他被人非礼，其实是因为他想引起你的关心？不会，我女儿从来不说谎的。对不起，陆先生，根据你刚才的证词和陆子敏所写的周记，他确确实实的在说谎。周记所写的事是不是事实？不是。那为什么要写？因为吉任导师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把愿望写在周记上，所以我这么写。也就是说，你并没有说谎，你只是写了一个你希望会实现的事，是不是？是。我们回到3月10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天我在学校，因为中午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没出去吃饭，我留在教室里休息。跟着陈老师突然进来，他问我什么事，我告诉他我不舒服，然后他就说陪我到保健室休息。后来他扶我到保健室，他叫我躺下，我听他的话就躺下来，跟着他说给我按摩，射完他就动手按摩我的太阳穴。当时我闭上眼睛，好像过了没多久，我发现他摸我的大腿。你继续说。他跟着把手伸到我的裙子里面，你要不要休息一下？跟着他就摸我的下体，还把手伸到我的内裤里面。是不是直接触摸你下体？是。当时你怎么样？当时我很怕，我想推开他，但是他抱住我，而且一直说他喜欢我，跟着我觉得很痛，我没有理他，我一把推开他，急急忙忙的就跑了。法官大人，这里有一份鉴证科的报告，证实当日陆子敏所穿的内裤上面找到的衣物纤维和被告当日所穿的裤子的衣物纤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很可能被告当日触摸过自己的裤子，因此衣物纤维留在指甲里了，后来他直接触摸陆子敏的内裤，所以粘在内裤上。法官大人，这里有一张情人卡，是陆子敏送我当事人的，我想给证人看看。认不认得这张情人卡？认得。是不是你送给被告的？是。上面写的什么？请你念出来。爱你爱不完，
是不是还换了两颗心呢？是。他有什么反应？他抱我抱得很紧，他突然把我推到床上，用身体压着我，开始吻我。他还说：“陈老师，我好喜欢你啊，我真的好喜欢你，你别把我当小孩子好不好？”当时你有什么反应？我立刻推开他，我叫他别这样，我叫他不要胡思乱想。可是，请你继续。他很用力地抓住我的手，然后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裙子里。我摸到他的下体。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在说谎。请各位保持肃静。跟着怎么样呢？我立刻离开保健室。思敏，思敏，进来。找我有事啊？上诉案怎么判的？维持原判。你说 Gary 有什么看法？你自己去问他。没事，我出去了。进来。林梦曼，怎么样？刚刚接到消息，今天出庭作证的陆子敏在家里隔脉自杀。我真傻，以前我一直很尊敬他，很喜欢他。别想那么多了，还有很多人关心你，知道吗？没人会相信我的，我从来不说谎的，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我？谁说不相信你啊？真的，他们不会相信我的，除非我死了。你看看你这傻丫头，法官还没判，你怎么自己先判了死刑？你勇敢站出来为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死了谁最开心？啊？陈展明。而且没有人会同情你，可是最伤心的又是谁呢？你的家人，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相信我啊，最难看的时候已经熬过了，鼓起勇气看法庭的判决。你想不想看他坐牢啊？会吗？他会坐牢？哎，林鹏吧。啊，您来了，先生，啊，坐。啊，你坐，你坐好，不要客气。啊，要不要帮忙？啊，不用，不用了。你吃东西吗？子敏，喝碗生鱼汤，人家说喝了生鱼汤呢，伤口好得快呀。哦，嗯。还有，你无聊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听听，里边的带子是什么天王唱的，我也不太懂啊。你听听吧。卢先生，我有事先走了。啊，不送了。别胡思乱想了，知道吗？啊，听话，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哇，你在这儿抽烟？这是医院呢。等得太久了。子敏怎么样？暂时没事了，判了之后才知道。林帮办，我们来看子敏。嗯。日本料理就这点讨厌，要是好吃的话呢，分量就特别的少，总是吊胃口。嘿，梁先生，你真懂得吃。哎，你别叫我梁先生啊，我听不惯呢，你叫我阿赞好了。啊，是梁大哥这个人呢，不拘小节的。你这小子，有事才叫我出来吃饭。嘿，你别揭穿我嘛。来，我们喝酒。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你小心这小子，他呀对你这么好啊，一定有阴谋的。梁大哥，你这么整我，下次怎么请你？喂，开开玩笑行不行啊？行行行行行，哎，来来，干一杯。哎，老实说呢，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你帮我，我帮你，是应该的嘛，对不对？嗯，对了，你姐妹那笔账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不是没得商量。不过她赖账跑了，这么做太不上路了吧？梁大哥，其实他是受姐妹的连累。哼，幸好呢，你够义气，扛下了这笔账，
又是 Michael 的妞，我无所谓的。那这样好了，我把利息扣掉，那就这么多了啊。怎么，嫌少啊？不是，谢谢你，梁大哥。哎，你不要谢我，谢谢你的男朋友啊。哎呀，我都快没命了，你又逗我。我没逗你啊，是真的。那喂，说老实话呢，我以后万一有什么事儿找律师，有没有得优待呢？啊，这样吧，打个对折，你满意吗？哎呀，哎，你这小子好，来来，干杯，干杯，嗯，干杯，干杯，干杯。李帮派，什么事啊？我们现在决定出庭作证，会不会太晚了？有消息。什么消息啊？费磊案。哎，你是不是告诉我陆子敏自杀的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最新消息，临阵退缩那三个女生又改变主意了，要出庭指证你老同学了。海伦，我不是怪你，我曾经提醒你叫你小心他，你还说等着瞧。安娜，怎么样，胎儿的情况好吗？很好，谢谢你。我找你是有点事想问问你。如果你知道他做过，你还会不会帮他辩护呢？会，不过有不同的打法。其实他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在公立学校的时候也侵犯过女学生，学生家长不希望事情闹大，校长只是叫他自动辞职，我以为他会改过的，谁知道他死不悔改，越来越大胆。他这种人应该抓去枪毙。他要是出了事，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帮他打下去吧。海伦，我特地来找你。安娜说今天晚上请你吃饭。你还想搞什么？喂喂，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的话？我也知道自己不对，我要是多陪陪他，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也不会闹出这种事了。我昨天去带他看医生，医生说他患了什么产前忧郁症，所以随时会胡思乱想乱说话，你别怪他。你还有没有廉耻？你说什么呀？希望你能尊重我，别再侮辱我的智慧。你想干什么？你这样是不是想恐吓我？不过也好，让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什么黑脸啊？你是人想整我呀你？我要整你，我随时都可以整死你。哼，你想整我是吧？我就奉陪到底。我一无所有，怕什么？我老婆孩子不要也罢，我根本就不在乎。凭你这块料想整我，你门都没有。不错，我没有资格整你，可是有老天爷，老天爷会收拾你的。哼，嗯，请以后别再来找我。你不要再烦我了，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拿我当妈妈，可以当我是朋友啊。我清晨少一个朋友。丁柔，我查到张家贤的身世很可怜，是天伦大悲剧啊。他念初一的时候，他妈妈做会头，导会跑了，所有会员呢每天都到他家里吵吵闹闹，搞得整个屋村呢都当他们家是老千。他爸爸更惨，在工地干活，腿摔断了，结果瘫了，他弟弟气喘，你说是不是人间惨剧啊？不过他很本事啊，能熬到检察官真不简单，这点真是像我。他很紧张他的工作，所以不断的拍上级的马屁了，不能怪他的，好不容易才爬到检察官，是不是？听说他妈妈最近回来了，原来他妈妈呢嫁到台湾去了，发了财，想回来照顾照顾他们。你知道家贤怎么说吗？他说他现在能够赚钱了，自食其力呢，不稀罕你的臭钱。有骨气吧？啊，
这种年轻人真是有出息、啊。你说了这么多，嘴不累呀、啊？跟八婆似的。我是八婆，你这是八公了。干嘛笑得这么阴险呢、啊？你吃你的沙拉，我吃我的沙朗牛扒。太淡了，下次多放点盐。牛扒好像是我的，你不是吃沙拉吗？吃沙拉没力气吗？你要力气干嘛？打架？我今天好多事做。好，我今天休息，你干。他把手伸到我的制服里，摸我的胸部。事发到现在已经有4个月之久，为什么你一直不报警呢？他飞了我之后还恐吓我，叫我不要告诉别人。他说要是一说出来，我会比他更丢脸啊。他会想办法修理我。本月37号晚上，你在哪里做什么？我跟赵淑玲、张慧儿一块到医院去看陆子敏。陆子敏发生什么事？他自杀。那第二天你们就改变主意，出庭作证了，是不是？是。谢谢你。法官大人，我问完了。为人师表，为我们的社会做育英才，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很遗憾，案中的被告陈展明虽然肩负如此神圣的使命，居然利用学生对他的爱护、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对这些毫无防范的未成年女学生多次做出性侵犯。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3月，在短短的6个月之内，他先后用不同的手法在学校里非礼了5名女学生，事后更利用本身是教师的威信恐吓这些女学生，企图隐瞒这件事情。由此可见，被告犯案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毫无悔意，不断地给自己制造机会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性侵犯。案中这5位受害人，他们的年龄都不超过16岁，接受如此难堪的盘问，公开一些很尴尬、很痛苦的经历，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他们依然挺身而出，所以他们作证的诚意是毫无疑问的。再加上鉴证科的化验报告，这次的案件可以说是人证物证俱全。被告的罪行不只是可耻，更对那些受害人在心灵上造成了长远的伤害。所以我恳请法官大人判处被告罪名成立。辩方律师，请开始结案陈词。被告是一个善良、正直的教师，而且非常关心学生。可是很可惜，就因为他热诚的关怀，所以令他蒙上不白之冤。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对异性都很敏感，所以当异性跟他们稍有接触的时候，就会使他们产生很多幻想。第一名事主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误会被告非礼他。而第5名事主也是产生了幻想，引诱不遂，因爱成恨，诬告被告非礼他。而另外那3名事主是因为受到第5名事主自杀的影响，所以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词可信性很值得怀疑。本案的被告其实是一个尽责、诚恳、关怀学生的教师。如果因为一些进入青春期少女的误解而将他判罪的话，这对所有希望和学生建立友谊的教师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所以我在这里恳请法官大人判处被告罪名不成立。考虑过双方的供词，本席宣判被告5项非礼罪名全部成立。被告的行为不但使受害的女童心理上留下永久的创伤，而且使教师的形象受损，影响极为深远。
哎，他说什么？快解释给我听。不许吵，必须具有警惕性。嗯，你好。本席判被告每项控罪入狱一年，分期执行，一共入狱五年。他说什么？即时执行。他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空。再说一遍。臭小子，我早说过你会有今天的。法律是公正的，你知道吗？你总算遭到法律的制裁了，臭小子！臭小子，你能不能你对不起啊，我真的无心的，你能不能？你动我！想去什么地方？我没有意见，你说呢？你真的不用上班吗？陪你吗？对了，梁大哥的人有没有找你啊？没有了，谢谢你的帮忙。哦，不用客气。其实我没做过什么。上车。你真的不去别的地方？我送你回家。我不想回家。那我们去兜风。我不想太晚回家。你没什么问题吧？我看我们之间有点误会。我帮你，是因为我拿你当朋友。我帮朋友从来没想过要拿回什么好处。如果因为我令你产生什么误会的话呢？我愿意道歉。我把你当成朋友，我也希望你把我当成朋友。我看现在去兜兜风也不错啊。谢谢你帮我还那笔债啊。哼，傻丫头，跟我说这种话，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等你念完书再慢慢还吧。放下书包那么久，不知道能不能考取。有信心就一定行。记不记得你刚刚进来做的时候，你说存够钱就到外国去念书？你还记得我说过啊？我这个人呢，记忆力特别好，什么人对我好，什么人对我不好，我全都记得特别清楚。